很高兴您能点进这个视频。有的人看完我的作品就离开了，而有的人没有看完就给了我一个赞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随手一个赞就是对年轻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我是一名90后农村创业的小伙子，希望大家能给个双击和关注。